爸爸，我最近没有存10万钱，我就存了4块钱。舅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帮你洗洗脚。别，舅舅，我哪敢要你帮我洗脚啊？这要被我妈看见，那还得了啊？你是不是没钱花？我给你一点就是了嘛。我这就60块都给你，我还是帮你洗洗脚吧。别，舅舅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这不知道我数吗？真是的，先少我再给你加一点就是了。喏，全身上下就260，都给你。既然你不要我帮你洗，那你自己洗吧。